10秒5秒时间到，好，停。我们现在进行的环节是选取骨牌，计时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第五座有问题，麻烦协助一下。10秒5秒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先处理所有桌次的问题。第四桌问题排除了吗？还没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各位选手可以先研究你手中所抽到的骨牌。对，第五座已经解决了吗？好，我们稍待一下第四桌。第四桌的选牌完成了吗？第四桌，请问第四桌的裁判选牌完成了吗？第四桌有需要协助 ？OK 了，好。现在我们请刚刚猜输的，也就是先攻方出牌攻击，请让你的骨牌放到牌架上，请开始。计时1分钟的时候，请你轻轻的旋转牌架，计时开始。10秒5秒时间到，停。来，请取出骨牌，记录骨牌的编号、冲击指数以及最后的得分。大会这边宣布，我们现在目前进行的是第二场次第一回合先攻方的出牌攻击。OK， 提醒所有的。